欢迎收听《下甘无朋友》电台，我是阿丹，我是露露。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风中灯哦，千王歌团哦的这个团长钟帆老师，还有这个团员永祥，对。今天他来跟我们办了一场千王歌的那个推广讲座，好，然后刚好趁这个机会呢，我们也可以再跟这个钟帆老师聊聊一下，好，就是说，哎，那个时候啊，你是安怎接受到咱这个开门歌的这个，算讲义诊啦，吼，较早迄阵高中一年啊，要考迄个台南市文化局的街头艺人证，所以迄阵是要考念歌啦，表演念歌。然后我一个朋友甲我介绍讲，哦，就是咱新营桃园宫德美镇的老师傅，林雄伯啊，伊甲我介绍讲，啊，无你去甲做开门歌，借麦克，吼，伊有一组要卖啦，啊，伊讲吼，啊，无你去甲买，你安尼去考牌，你唱较袂遐忝，啊卖迄个头家甲我讲，我卖你俗，我卖好咧，啊卖你贵，你考试用一摆尔，啊换你卖好，迄几我借你啦。哦。啊你刷你甲某来还我，啊着熟识啊，伊讲啊无，我只欠一个单琴，你敢要做看卖呢？啊。我讲好好啊，啊着开始做。啊，迄阵高中是拢寒暑假才有出去做场啦。寒暑假才有出去做，你阵搁咧读册嘛？高中毕业了，较正式开始做。但是你本地就知影安怎弹，才会曲调嘛？迄当阵伊在做摊的时阵，若去阮附近庄头做，吼，我着伊会甲我讲，我着去听，录音，录当来听，听久就会啊。哦，你听迄个曲调啊，甲记起来安尼，你就会晓弹。对。啊、所以自细汉就是有学这个弹琴相关的才艺。细汉迄阵国小三年啊，就有咧做乐器啊。啊，是安怎会接触到这个乐器啊？甲这个就是弦乐。都爱听啊。爱听哦。系啊，爱听。小时候就很喜欢。爱听啊，都有看到看老人咧下弦啊。我若讲错，我去咸水牛溪，啊，迄庙口有老人下弦啊。啊，就爱听啊，听，想讲要买啊，买无咱无钱通买啊，无钱通买就家己做，就安尼尔。好厉害哦！就是安尼，我是一开始的，迄个行动只是兴趣尔。迄、个开头只是兴趣，想要做，想要学学弹、学唱安尼尔。啊，较斗斗一步，有工作室啊，然后。有迄个机会去云林科技大学，迄阵敢若像是阿达介绍的啦，农村有种青年迄个阿达，去演讲啊，然后老师有兴趣，讲哦，我无就一笔经费，啊无咱来办工作坊啊，看你要来教啥物拢好安尼。永祥，你是自细汉的，就是学琴嘛？啊，会晓呐。啊，你是安怎会？因为你嘛才少年嘛，是安怎会对这遐尔有兴趣？差不多国中吧，迄个未国中的时阵，妈妈有叫我去学吉他，无兴趣，就一对一安尼无。啊，就是吉他无兴趣。一工过一工，安尼嘛学一年，看老无才。妈妈的期望就是你爱走五月天的路线的对，学吉他、摇滚迄种。囡仔着学看有啥物兴趣啊，是啥物货对，学一个才艺啦。啊，着带好报名的吉他嘛，啊，着听无啥有啦，可能间接有啥物乐理啊，是啥物，可能间接了啊有啦，了啊影响到，啊，着就无兴趣啊。啊，就是手机啊，迄阵尤秀坤老师还袂遮尔有名的时阵，有人有谱，伊较早唱迄个念歌的影片在看，我是去予大公园吸引着，啊想讲，伊对大公园较有兴趣，大公园我今仔就无走，啊想讲即个物件要安怎做，啊无网络上查看，看啥物弦啊啦、卡卡弦啊，是二胡、弓弦、有相片无，
也是想讲，为什么这个窗啊安尼有法度发声？嗯嗯，就家己去研究，学袂做，较像迄落当工啊。嗯嗯嗯，哦，你嘛家己做？哎，有，伊嘛家己做。好酷哦！你们都是天才宝宝。用当工啊擦扫洗饼，啊，搁去迄落乐器行买线，啊，家己学袂倒倒的，安尼下，嘿，啊，就从遐开始的啊。然后你的兴趣的开始往就是这个方向安尼。哎呀，啊，就熟悉足侪朋友啊，哎呀，像迄个罗氏者嘛，啊，搁有熟悉老师，哎。然后就开始跟老师一起，啊，你即马是老师的团员嘛，对吧？诶，是吗？老师头摆演讲有讲到一个，我感觉足趣味的，就是伊后场一定爱找，就是要找好的后场，无系就歹唱的。对，这点老师敢袂使去甲先解释，为虾米后场会影响到你唱歌的迄个心情甲技巧？后场。那歹的话啦吼，袂低音，阮咧讲讲做低音啦。低音。低音，袂低音。袂低音，整场要唱啥，伊弹袂出来啊，甚至伊足迟钝，较钝啦，较钝，伊毋知要安怎弹啊。也是讲伊，咱着整场要唱啥物歌，伊毋知啊。嘿。哦，着无法度下。无法度配合。无法度配合。啊，你整场着无法度出卡手啊。你睇下，你要唱啥物曲，伊只弹袂出，你变我叮当。所以后一步就无倒出来啊。甲你安尼有默契的，啊，你后一步要创啊，其实你的团员也知影对无？对。我捌叫伊，啊，无你敢毋是我的团员？哈哈哈！你敢说不是吗？我爱你稳准啊，啊稳准就是安尼出去后壁讲，哎，所以后壁讲我死我就是。哦。老师，是啦，还唔是？真正我真有你气死。是啦是啦，因为我感觉恁两个嘛足有默契，很多演讲的这个过程，你感觉都是低音。嘿，平常有培养出来，所以老师要创啊，其实永祥就是一个进步的，怎样讲爱安怎好师配合。啊，所以讲，因为老师你做少年嘛，啊，永祥嘛做少年的，啊，我但是我印象中的千王哥，因为较早阮阿祖。过往的时去的时阵嘛是有相类似迄看千王歌嘛，啊我看拢是年岁较大，嘿啊但是恁这团拢是你看拢是安尼，少年，嘿啊拢是漂泊的男子汉，啊所以讲你安怎去找讲你遮的生力军，啊包括唐大有一寡来听演讲的迄个学生啊嘛讲哦我有参加老师的工作坊，你是安怎去找你遮的生力军？其实生力军吼。第一嘛是爱缘分啦，你像伊着国一的时阵着向出现。你家己坐车去找老师？无，伊干阿妈设计。因阿妈是阮后壁了人。系哦。啊，嫁因阿公，啊，咧搬来高雄做面线。哦，咱红山。我安尼讲，讲到毋对。嘿啊，着嫁来红山。嘿，嫁来红山做面线。哦。啊，伊着问因阿妈，阿妈你毋知迄本业庄伫倒？讲我知啊，因为着啊，家己隔壁庄的人知啊，安尼啊，伊着讲啊，无咱过年当啊找舅公好无？啊，转来了，啊无咱要八六庄，要找啥物人安尼？啊，结果来较发现讲，哦，原来因阿嬷、甲阮阿嬷以前拢伫农场咧共做工课。哦。农场咧，较早做农场工，就是卸只筋、斩只尾安尼。哦。嘿，拢咧做迄甘蔗的工课。然后安尼安尼来解释安尼。啊，怎熟识安尼？啊，除了永祥以外，其他的，因为你有工作坊嘛，啊，你的团员拢是对工作坊看较有天分优秀的，啊来教你安尼嘛。咱拄仔讲的就是缘分嘛，像这家己会出现啦，吼。啊，第二，对，第二就是讲，咱爱撒下种子。嗯。哦，你像我工作坊今年7月20到23四天的工作坊。其实这是第三梯次啦。第一梯次是，迄阵去云科大教学校的工作坊结束了后，佫剩唔知几万块的钱啊。啊，迄个学生一个女生叫做刘慧茹。伊讲，哎，先生，咱这钱哦，若要佮开了，学校嘛是佮收转的。对。啊，袂讲啊，袂咱来，换咱家己当来办工作坊。哎，啊，才开始的。伫脸书顶面发布消息，啊，就有人来参加，
啊，还是第一梯次，啊，还有一间第二梯次。第二梯次的学生，落尾手嘛是有过来，跟我变好朋友。嗨。这个是第三梯次。嗯。啊，多少位来遮听拢是第三梯次的学生。就是多参加，多参加完的。对。啊，第三梯次因够有兴趣想要学初阶班，因为我这间是开入门班尔。嗨。啊，所以我初阶班就会来伫咱凤山的日照中心。哦。伫咱遮哦，嘿，伫遮，嘿，甲我甲昆林协会借借场地安尼，嘿啊，但是伫初阶班进行12月7、8、9、10，我还阁办一届入门班咯，嘿，啊，因为安尼入门班开两遍了后，遮个人有兴趣要参加，较阁捡做伙来参来阁来学初阶班，安尼安尼人数较够，哦，嘿，啊人数较够，啊，其实。他拄仔讲第一个缘分，第二就是讲咱来撒下种子，因为来参加工作坊的人，社会人士，社会人士，即间来参加嘛有真理大学宗教系的教授，啊嘛有嘛有，我拄则一个宜真咧迟到诶，哈哈哈，同学，啊宜真同学，我是同个小林的啦，哦，伊吼，伊是做嘛是剧场迄类的工作，啊。对，台大伊即间就是要写《劝世三姐妹》嘿嘿，来做研究安尼，吼、嗯、啊嘛有迄落做音乐的，吼、嗯、嘛、哦、有一对姐弟是住伫新营，吼、哦、啊弟弟即马是北艺、哦、北艺大硕士，哦、嗯，诶做演员，啊这些是敢若做音乐，嗯，因为即马要做迄个有一个叫做。客人的美容遐客人的歌手叫做什么杰、伟杰、什么通，伊的歌伊要甲摕来改编做合唱用。嗯、哦。啊，伊来甲我借月琴，就是讲要用月琴啊弹月琴，吼、合唱团唱。我讲哇，恁蛮袂歹呢。嗯。一般伊用合唱团拢是钢琴。对啊。无人咧用月琴。对。我讲哇，你安尼是一个真大改变，但是这嘛是你爱去。突破的所在啦，因为这太困难啦。啊，所以讲撒下种子就是安尼，咱开工作坊，五花十色，五路诶，十路人来学，转去因会甲这物件变成啥物款的作品出来，咱无法度预料啦。对。所以咱是撒下种子，人工有一工，伊可能就会一个新的作品出来，啥物物件出来。虽然讲来学这个人，因从基本无惊上做看门官这个职业，但是，因的心内有一粒种子伫咧，伊这个种子有惦伫个心内，人工看门官就唔免惊伊无去。对。伊至少无从事这个行业，但是你要叫伊讲要创啥，这是安怎看门官安怎来，安怎听安怎唱，伊知。伊知嘿。你像这间工作坊嘛，就是国医的。国一来两个就好，两个潘永祥，迄林玉恩即摆去日本底做迄落啥？日本迄啥？迄去咧创啥？伊就用行的，爱咧拜庙。啊，去那个苦行那样子。四国什么变道？对。8月15号回来，迄个闻啊该扑街。哦，来了就逐项拢会晓唱啊呢。幽冥菩萨会晓唱，六菩萨会晓幽冥嘛会晓唱啊呢。有兴趣，所以有天分、有兴趣，伊就家己往上爬。对，还会自己精进。啊，所以我就是想讲，像林玉恩这嘛是缘分啦，伊嘛是对这有缘。虽然讲唔是讲像永祥安尼，咱有直接有相处见面的这个缘分，但是伊是网络看的。对。人伊家己讲安尼，听到伊就会啊。对。够厉害。厉害，啊就会啊，会了。虽然伊后摆有可能无相处这个头路，但是咱家教，至少后摆佫会。其实伊会晓即个内容，啊，佮有即个能力，伊都法度甲即个物件传落去。对啊。啊，所以讲办工作坊嘛是安尼目的啦。嗯。啊，所以讲我有办工作坊，佮推广即个乐器，即落推广即个康蒙歌。嗯。嘛，才有即马迄个劝世三姐妹。嗯。哦，劝世三姐妹，就是因为老师的即个工作坊来，这不是工作坊，是因为我推广康蒙歌遮侪年。新闻报道啦，种啥，大家拢知影讲哦，这个人在做康蒙歌这个工作，哦，啊，因为去当想要用康蒙歌表演啥，你像坏鞋子舞蹈剧团嘛有啊，因有一个彩虹的尽头，因是迄阵是第二梯次工作坊来学，
啊，当年我变一个彩虹的尽头。嗯。啊，搁来就是劝世三姐妹啊。嗯。有，我差不多有一个妹妹来，嘛是听演讲，伊就讲劝世三姐妹，伊看了伊就喜欢。嗯、然后伊就是看到，就是老师是内底即个算顾问委员之一嘛，所以我的指导啦。对。嗯、然后伊就是伊他们都其实有工课，伊就是坚持等到你要唱完，你唱完伊卡要走。哦。他就是说，因为看完那个，他很受到感动啊、所以老师之后还有机会做更多，就是像类似这种跨界嘛。嘿啊，因为我感觉就是安尼嘛是乎年轻人。会当对这个物件会当了解以外，伊其实迄毋是已经毋是了解，伊喜欢上了这个东西安尼。跨界这个物件吼，以往我做过足侪种，感觉起来吼，跨界这个物件其实是好，毋是歹啦。但是，传统文化并毋是讲咱清清菜菜就会当跨界摕来用的物件。对。哦，比如讲，有一寡过去较无遐尼舒适、较无遐好诶案例，咱就莫讲。咱来讲劝世三姐妹就好啊。好。其实伊内底一寡角色，其实是有淡薄仔影射着。那像，莫，咱若讲影射，那像讲迄个人不是咧讲我，咱咧要敢若像嘛是伤臭屁啦。伊是吼，伊咧咱若安尼讲好啊啦，伊讲伊其实伊内底有个角色有咧讲着。从事传统文化行业的人，因、所拄到的难题啦。你像阿狗啊，徛伫台顶，我伫台下咧看，我看两摆嘛，高雄卫武营一摆，甲台北新广场啊一摆，我伫甲看。啊，迄个边啊，丽卿槟榔摊丽卿咧甲讲，你吼都毋知咧坚持啥啦。做看蒙瓜，甲做家己是有法度过啥物生活。然后伊甲讲安尼，我讲，咱别孙仔看到我咧。所以伊就是有去点出讲，即马从事传统文化的人坚持，但是伊做个遮个工作，其实只是伊个使命感，伊个一个，其实这是。伊个生命全部啦，即其实用钱无多去比论啊，是咧做一个使命感安尼。所以你甲看伊内底一挂角色，比如讲游花园好啊，游花园伊原本伫看门挂内底，伊是娶亡魂游香百花，亡魂照着这时阵，幽香百花甲向着花讲花报，祈求，讲啊，你祈求甲阮遮时势，囡仔遮花丛，顾好顾养，后摆阮后摆希望后代子孙会当代代拢出高人，会当甲以前的环境、困苦的环境有一个改变，有一个较好个环境。伊即马。劝世内底，伊章节伊是写做讲哦，好花着爱着时慢，毋通花谢去已经错过啊，错过个时机啊，你才要翻头来慢。会有啊。所以讲，较早有一句诗讲叫诶，劝君莫惜金如意嘛，劝君接住着会爱着时嘛，莫待空花，莫待无花空折枝嘛。哎呀，伊这伊甲转译成安尼，我感觉嘛袂歹呢，而且。因为因剧本到今拢阁有咧改变，嘿，对，微调，所以甲魏武营看的，甲台北看，我感觉有无同啦。但是我魏武营看的时阵，伊有讲到一点，就是讲，予我去深深体会到古早人的智慧，是因为劝世我看了较体会，哦，原来看蒙古古早老人是安尼咧讲，只是我做看蒙古遐久，我家己唔知，是因咧做安尼，我甲看见，哦，原来是安尼，伊就是咧讲。红花甲白花，红花代表查甫嘛，白花是查甫的。啊，古早时代栽花换到就是讲红花白花吼，你若要生查甫，你来求白花；生查某求红花。但是我看迄出戏了，因为这个劝世三姐妹其实是三姐弟，像细汉这个国豪，其实伊的性向是，伊是会要怎讲？伊的嘛唔知啥物要怎讲？跨性别。对。
伊较喜欢穿女装。嗯。啊，所以，因伫啊用这条歌去裹好这个角色，华联大想着讲哈，原来古早的人就是安尼咧讲，就是讲，咱都有讲着，红花代表查某嘛，白花查甫的，但是迄当阵我拢无想到一点。嗯，这花是生伫同一丛嘞，哪有可能一丛内底一丛树啊？你敢捌看过一丛树啊？有红花甲白花，无可能。你卖了这丛花拢红花嘛？对。吼啊啊！有迄落一丛顶面有红花嘛？白花，你袂感觉足奇怪？嗯。哦，咱若看迄影片，迄个较早李鼎宰主持迄啥《神佛正传》嘛。封什么？台湾封神榜还是什么的？嘿嘿嘿，我知影，白妖的嘛。嘿嘿嘿，白灯的，白灯的。哎，咱安尼讲出来是不是？是，正常都发现。嘿啊，白灯的，拢白灯。伊就讲了，栽花换斗嘛。你若看，迄红花、白花是同一丛树啊。嗯。你为什么安尼？就呢，我无想过这个问题。我知影栽花换斗这个可以很久啊，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哎，对耶，它是同一个。对。同一。啊。我看到劝世了，我想到哦，原来古早人就咧甲咱讲，其实查甫内底嘛是有查甫人，嘛是有较阴柔、较像查甫人。查甫人内底嘛是有迄落个性比查甫人较倔强，能力阁比查甫人较好。对对对对对。哦，啊，所以咱来看太极，阴有阳，阳有阴，阴阳循环，其实阴中有。带阳，阳中嘛有带阴嘛。查甫是阳，查某是阴嘛。阳中嘛有带阴，较济个人啊。啊，所以我就体看伊即出戏，我体会着讲，哦，原来是安尼。嗯。这就是一个新的，就透过这个跨界，然后有一个看到咱本地的传统领域很没有发现的一个点。对对对对。嘿啊。嘿啊，啊，搁再讲因。劝世其实詹姐因甲导演是真用心啦。伊迄阵听着讲，阮要阮恒春，因为我拢有熟悉一个恒春阿伯。啊，因伊是陈达的孙啊。哦，伊叫陈达，叫职工。哦，啊，阮这个阿伯因大兄，吉昌阿伯过世呢，啊，讲要叫阮去做看门歌。啊，我赶紧敲电话甲詹姐讲，甲编剧讲，伊讲好安尼，随看看嘞，随落来，因随落来对阮落来看安尼，下落填掉安尼。啊，其实当中我嘛还阁雾煞煞啦，毋知因到底是要创啥，还是落尾才知影哦，原来因是要做这款物件。大制作。嘿，对对对，啊，其实因是介用心有甲这个康门歌的精神写入去伫这个剧本，嘿，剧本内底，包括讲对亲人的离别，因为伊这出戏规出戏头到尾咧讲，就是咧讲甲亲人的。和解，和解，伫生命的最后、最后的一集和解，然后，伊行好路吼，内底有一个包括行好路，大好无，伊去行伊的路，咱活落来的人嘛是佫有面对未来新的路，所以甲过去遮个无爽快、不愉快的物件和解，然后互相祝福，行。大家各自分开嘛，但是大家爱行好家己的这条路。哦，伊咧大概意思就是咧讲这個、啊。其实我迄阵高雄看了后，我嘛是一个感触，就是讲，其实我出去做的每一场看门歌，其实就是一出劝世。对。因为《劝世三姐妹》是因三姐弟甲因爸爸妈妈甲阿三阿九因的故事嘛。啊，因来做看门歌嘛，啊，我来到这口罩，做看门歌，其实嘛是一出戏啦，因为因家有因家的历史背景，有因家的爱，哦，因家的仇恨种种的过去，但是咱做一个看门歌，就是牵这个亡者行好路，把家属因的情绪、因思念的情绪消透出来。其实咱嘛是咧做一出戏啊，嘛是甲顶甲劝世同款，嘛是一出戏。是。啊，是讲，就是咱知影，就是咱即摆咧讲康门歌嘛，啊，咱嘛知影，咱中番一直咧推广即个康门歌嘛。啊，若是对，譬如讲，我今仔是一个我拢无接受过即种诶民众，
你要怎，你有什么建议吼，让因讲，会当来慢慢啊来接受这个文化，来了解这个文化。就是老师常都要演讲嘛，一开始就讲，很多人对他有不一样的误解，甚至还有那个妈妈骑车载小孩，小孩的脸部有必要吗？我就问，对，像这种的啊，所以就会导致说，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想要了解，可是他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欣赏。有什么方法会当去接受这个文化？我讲一个笑话啦，较早阮去做扛棚歌啦，出山队伍排到热热长嘛，我做扛棚歌差不多十年前，迄当阵。基本上出山的队伍顶头足侪种啊，无像即摆遐简单啊，有咧剩开锣鼓、扛棚歌、辅助迄落辅助车安尼嘛，较早足侪种，啊，着队伍排足长，啊，阮着对队伍车安尼行，啊，都驶到一户人家门口，哇，我阿伯也走出来，甲阮讲叫阮走，莫挡伫因家门口，因为是爽的啊，吼，大背。吐一个乖啊！哦，还真好。吼，大只，就加手机拿背出。对啊，就是大家就老一辈，啊，袂着即马少年啊，其实不是不愿意去了解，你是无了解啦。伊毋知影要安怎去了解这个艺术。所以拄仔讲的是笑话啊，题外话啦吼。其实这要安怎讲，互一个少年人去了解，其实我嘛感觉爱有一个爱有方法啦。爱有门路。爱有门路，爱有方法啦吼。其实像工作坊，这嘛是一个解决的其中一个方式啦。啊，过来就是讲跨界吼，因为劝世三姐妹来实习，扛棚歌人嘛袂少。对啊，所以其实这跨界这嘛是一种方法。啊，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讲，咱爱有家己爱付出行动啊，因为吼。政府文化单位其实对即块即部分，莫讲是扛棚歌啦、车鼓啦、牛力丁啦、扛棚歌啦、天主文星啦，比如讲翰林院、槟榔园翰林院、草鞋公啦，甲万里啊、喜秀啊遐有迄苦汉文油工啦，即拢是咱台湾，即拢台南才有诶呢，介特殊诶物件呢，竟然是因拢已经是。青黄不接，用要断开安尼。草鞋公了，看迄草鞋公内底拢老人啊。足侪拢要，真正拢是没有人要来接。为虾米政府遮尔消极？像即种草鞋公即款物件用要无去，你政府应该爱是爱介入去处理啊。你袂使有即个物件无去。对。迄是咱台南的资产呢。木人讲文化古都，敢有影？所以讲政府爱采取行动去介入。这些东西保留起来，但是保留的方式要正确，不能只是说有啊，政府也是有出册啊，扛棚歌册也是写很多很多本，但是这东西都不好啊，它是死的，它有影音记录、文字记录，没不对，但是扛棚歌里面其中每每角角那是要说，比如说像工作坊的同学有来上课过，我现场有说，你这时候要怎样怎样，那个每角是在这里，那册影片讲袂出來，做袂出来。所以讲，即款方法是毋对的。佮来，我拄则讲的是讲，既然文化单位无采取行动，换咱家己爱，哎呀，咱来家己行动啊！所以我伫办工作坊就是安尼啊，家己行动啊。佮来就是讲，虽然我知影可能会较困难啦，就是比如讲。阮即马有开始咧筹备要登记台南市文化局的演艺团体啦，以后阮就会当甲政府请经费，然后做一寡工课安尼。但是我知影这可能较困难啦，你要爱人的钱无遐尼简单啦，真个。啊，过来就是讲，其实真侪人对爽的这块嘛是还佫较禁忌。对啊，你毋知敢知影迄个歌舞颂是吴老师写一本册。迄本册底其实伊一套是五本，有记录扛棚歌、甲台南的丧葬文化，甲迄落，佮啥物，规日一套，文化局册一套五本，扛棚歌甲丧葬文化这两本无得奖，另外这三本有得奖，安尼毋是做明显嘛？
同一套，同一套，同一套丛书，为虾米同一套册内底，你甲伊分做，会安尼分开？奇怪啊！啊，感觉就是有较奇怪啦。啊，但是即马文化局长换人啊，看会无共的啦。即马真正换人啊，即马看会较无共的啦。你若知，你有听了？无啦，因为阮嘛是拢会多多少少有参与到文化资产的一挂领域啦，嘿啊，都会听到一些故事啦。像阮家己做家长文化的推广，啊，足侪人嘛是会家贴标签，另外好，迄就是无好的。然后就是，人囡仔要去接受家长，就是无好的。啊，就甲看门瓜有一点类似，就是哈，迄爽的你唔好去，安尼。对，所以很多事是你还没有开始努力，人家就已经放弃你的感觉，那种感觉会觉得很厌世。啊，毋过嘛是爱做，所以我嘛是家己，我嘛是家己办工作坊，家己伫庙口办讲座啊，扭转的是家长对于这个家长的负面的形象，安尼慢慢啊斗斗啊做，安尼嘿啊，所以今仔日听老师啊分享，我嘛是感觉真感动，就是老师一直家己咧做这代志，因为老师好像讲一个我心有戚戚焉，就是很多从事传统艺术或者是文化资产保存的人，他根本没有任何所求，这只是他的使命感。对，就是一些使命感使然让他去做这些事，他从这边能得到任何好处吗？其实有时候没有，而且还会伤痕累累。对啊，但是很多事情是我们可能自己都在这个路上才会去感受很深啊。比如讲做看门瓜啦，一般做看门瓜就是哦买一台机啊，啊麦克买嘞，啊喇叭买两粒啊。啊，有一台车在处理咧做走摊啊，啊，但是，迄安尼听起来足歹听啦，哦，真正音响设备啥歹，真正较，较歹听。啊，过来就是讲，因把看门瓜当作是工课，对，来当作工课。啊，但是我无共啊，我这毋是我的工课啊，毋是我趁钱的工具啊。啊，所以讲，我伫做看门瓜即块是。有时啊，做甲较无力啦。哦，我一直我会伫即殡葬圈内底有接摊做看门瓜，其实是为着啥？为着就是看门瓜，无我伫殡葬圈无去尔。因为殡葬圈伊即内底有一个足大一领是，其实是一领足大领网啊。莫讲殡葬圈即传统文化内底，无论艺术丧事是一领大领网啊。你这个蜘蛛网有可能你会按这条线牵过那条线，这条线当牵去那条线，因是互相紧密连接。但是当其中一项文化，也是一个物件，许断层去了后，你后壁的人有可能你要去追溯，你行，哇，到这条线断去啊，你无多怎变成，你无多搁往上，搁抽丝剥茧，你就无多。有当时断去就是断去。你回去袂回来呢？对啊，伊迄条线就敢若老师讲的网啊共款，伊迄条网啊，若是迄条线搁有伫的，伊都有伫的，但是伊突然断掉，伊就永远那个洞就补不起来。救袂回来啊！真的真的。啊，所以讲会接摊做看门瓜，其实是为着讲无爱伫看门瓜伫殡葬圈遐无去，啊无哪讲的，其实我捌安尼甲精算过吼，其实我做一摊安尼无利润的。你也想要五个人，一台车，啊，过来无形的消磨呢。车爱食油，车毋是食水呢。哦，你若食水倒头，水还阁好处理，拍开就有啊。嘿啊。嘿啊。啊，过来车的保养呢，税金呢，啊，迄落耗材呢，咱做摊金纸，即卖的人办丧事拢足简单。唔是讲足简单啦，我都要爱简单，爱安尼啊。啥物物件拢恁爱传啦，包括伊要烧互因是大人的金纸嘛，讲爱阮传哦。哎，迄是恁老爸死，唔是阮老爸死呢。我恁要烧恁老爸的物件，着搁阮甲恁传。哎，啊，所以讲，其实算的，其实无啥物利润呢。系啊。有时候，而且老师的影响拢用盖好，嘛无讲安怎盖好啦，都袂歹啊。拿进来，我感觉讲哦，老师也是有在注重自己的影响层面，毕竟这是音乐性的东西，音响的好坏真的差很多。对，因为
咱有做乐器，会晓唱歌，所以咱出去做人的敲门歌的时阵，人调咱去甲伊弹起。嗯。啊，我着听嘛，哦，真正好歹真正有差。真的真的有差。嘿、啊，所以我着会去要求讲，哦，嘛是爱用较好的。嗯。哦，啊，虽然搬去搬落较忝，是。一般拢一台啊，行啊，搬就行，摸伊行，较大行。对啊，啊，搁两台安尼。哎呀，老师这个音响是好的啊，老师他们要唱，真的那个音响的回馈就很好。对。啊，所以讲是差不多拢袂做袂琴，袂袂琴，啊有欠寡钱，落对敲门歌落去。就是也是一个无底洞这样。够啊啦，你们够了，够了。那那老师，我有姐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就是说，这么多的癔症，这么多的丧葬类的癔症，吼，现在也其实症头也是蛮多的。那你觉得看蒙瓜它值得继续一定要被延续的原因是什么？它不能消失，因为有些人说就是。嗯，可能年轻人比较不一样，就觉得那好入北京那种啊都一样，听起来就是都很吵啊，对。那但是回归老师的专业，你觉得看蒙瓜它为什么一定要被延续流传下去？第一，语言的保留，嗯，因为内底有一挂白话音，嗯，文言音，对，伫内底，而且这个词汇是双数咧用的。咱一般听无啥会对。老师可以给我们举例一两个吗？哦，比如卡尾蛇。哦，卡尾蛇，对这个平常不会讲。嘿啊。词汇啦，吼，这个词汇。啊，所以讲，拄啊，这起码是蚊啊的其中一个部分，对啊。哦，语言，第二就是，卡蒙瓜伊会当保留伫保留迄个年代办丧事的迄个样子。是，咱会当对看门瓜去，知影讲哦，伊只办丧事就是安怎安怎，像当初遮咧讲，因会伫主家遐过暝，嗯，做看门瓜因就遐过暝，啊，拢睏咧死人，翘伊间，迄间房间清清啊，吼，做电脑，嗯，哦，啊，为虾米爱睏爱睏遐？交通无方便，对，啊，过来就是讲因较早做事拢。做广东做午夜，嗯，规暝啊，迄阵规暝，迄毋是像即摆安尼，透早做中昼煞，也是一波，较早规暝，透早起过来做到隔工透早天光，这是午夜呢。嗯，哦，像迄 Seven Eleven 同款。嘿啊嘿啊。没有咧，没有咧打。嘿啊，啊，着看门歌，会当对看门歌去了解种其他的无同款的物件，因伫迄个年代，因的生存样貌是安怎？嗯。佫来最后一点就是讲，即、這个年代拢讲究速度较紧，嗯、所以必一定有一挂物件会流失去。流失去是啥？第一就是感情。嗯。哦，感情为甚物感情会快速流失？咱来对讲，少年人出外去，真好拢剩老人。嗯。伊佮老人无感情啊。对。伊为着要当赶紧做工课。丧事一定要赶紧办完嘞。嗯。伊少年就出外，甲四大人无感情，甲伊个故乡，请用伊大汉个这片土地，伊嘛无啥物感情。无啥物感觉啊。对。反正就是回来尔。嘿，对，啊就回来，啊就好用用啊。嗯。就回来。啊，看门歌伊内底有，其实有足侪温柔个所在。嗯。吼、哦，阮来上工作坊个同学就有一个陈群瑶啊，伊就讲哦。阮最后一天心得分享嘛，伊就讲，伊感觉“看门瓜”这三字一看就是哦，足温柔的。嗯。在生之时，你阁活嘞好好，是阮牵你的手，嗯、你牵阮大汉。嗯。但是你老去啊，你过身去啊。嗯。啊，阮请看门瓜代表阮这子孙，哦，阮来甲你牵，牵惊你行最后这段路，所以讲哦，这看门瓜足温柔。嗯。啊，所以伊内底有咱台湾人对感情表达的方式，迄含蓄啊，要讲佫毋敢讲啊，敢像阿多啊直接 ，I love you， 啊对啊，较含蓄的迄个台式温柔安尼。对对对。啊，佫来就是讲，拄仔讲就是讲，即个看门瓜有保留咱，就即个感情这部分嘛吼。对。佫来就是讲，咱头拄仔演讲讲着讲，即摆办手术拢足紧。嗯。
五天六天是有的，头七日要到就出山、嗯，你根本无心理准备去好好道别啦。对。有的拢是安那，出山了过一两个月后，真正代志拢圆满处理好，向阳伊站袂住，哮出来。迄当阵无发泄出来的情绪伫出殡代志办煞的某一天，向阳爆发出来。即、我因为迄天来上课，同学足济，我有叫因讲因讲因亲人过身去的案例。我就发现足济就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向阳爆发出来，我足想妈妈，单伫遐哭。啊，迄当阵我即个课程的安排即个桥段，就是因为安尼啦，就是即情绪发泄，因为拢伤紧啊，啥物拢要求紧啊，但是你无好好啊，把家己静来沉淀下来，你发泄你的情绪，你去疗愈你的身心灵啊。啊，所以我工作坊有即个桥段，就是靠灵。真正叫阮阿姨，哦，感觉我会晓带遐个学生，伫涂骹爬，倒啊哭，像伫办公室安尼爬安尼哭啊敬酒。啊，阮着现场，阮迄下晡一点半开始上课。上课了，我先五分钟的时间，互因静坐，互因静落来，然后心情放松、沉淀落来。啊，我叫因去回想，你亲人过身的时阵的迄段日子，无论是喜怒哀乐，啥物款的情绪拢好啦，反正你去回想那一段时间，那种场景，对，回溯这样子。然后我有叫因，甲有人要分享讲。你过世的迄、啊，都有一个李时光，你唔知影唔知影？李时光伊是台南咧研究墓葬文化，伊就开始讲伊含因爸爸的感情，因爸爸对因足歹，伊伫厝看电视，看到吴宗宪的综艺节目伫遐笑，因爸爸就含骂，你还袂见笑，谁那查某人笑到遐大声？因弟弟甲讲。拜托嘞，啊，姐姐嘛是伫厝尔，伊出去外口敢会安尼笑到大细声？啊，所以伊细汉就足气因老爸，伊就是要赶紧脱离开因家去台北上班。结果，因爸爸过身了后，转来办丧事，然后伫亲情之间，因姑姑甲甲因讲，为虾米恁爸遐歹？因恁爸毋是超工要对你遮歹？较早咧秘空室，因讲叫做。迄、那个有一个名词啊，疏开啊，疏开啦，嘿，疏开。因咧疏开的时阵，恁爸吼，遐兄弟啊吼，较大汉的阿伯，拢走了了啊，剩恁爸一个啦。啊，恁爸下面还佫两个阿叔嘛，拢还一个会行，一个坐摇椅啊。迄空哦，迄是恁爸吼，佫弄倒转来硬甲恁两个阿叔。拖硬安尼拖伫涂骹安尼找安尼拖，要赶紧米疏开呢。恁吼遐阿叔拢，恁遐阿伯拢嘛走了了。啊，因老爸就是因为伫迄款个环境之下，所以伊变成伊爱坚强，伊爱强悍，伊爱顾迄两个小弟，所以不得已，伊才会遮尼歹。啊，所以，阮着用即个同学咧个案子，伊个案例，来做引导。拄仔叫阿姨，我就问这个同学爸爸的名字。我就写咧吼，迄个什么人，然后叫阿姨，我讲啊，你着照这个念，啊，你等下哭，因为你总是爱有一个目标嘛，互阿姨去做无，你向后要叫安尼哭，伊毋知要哭啥啊。啊，阮就用同学的案例互伊做，啊，因为阿姨嘛有伫边仔听，伊会知讲哦，大概就是啥物状况哦。啊，我就讲，你着照靠老爸。哦，啊，边仔个后壁遐同学，哦，你着替因靠阿叔阿伯，啊，我着甲因讲，今仔日大家来上课，拢有缘啦，大家拢兄弟姊妹啊。啊，今仔日时光来分享伊个故事，咱借着这机会，咱嘛陪伊啦，陪伴他一起追思。佮做最后一届个追思。迄时光好佳，真正好佳，就是好。啊，遐同学嘛是有人好啊，医生有好啊，医生有落去陪啊。情绪的带入会真的让人家觉得，就是那个现场会觉得，以前没有完成的那个事情，可能那个同学的爸爸在过用的时候没有这个桥段，他情绪一直没有得到抒发，可是因为这个工作坊好像
代替他去抚慰已经很长久以来的这个难过的心情。对对对对。嗯。啊，所以讲，康邦歌伊必要存在、必须爱存在的原因就是安尼。嗯。其实对这人的情绪发泄，其实是真好。对，古早人的地位啦，你像我十，我十二月七八九十要搁办工作坊，啊十一月二十五是伫真理大学啦，迄个因为这个人来参加是真理大学宗教系的王静玲教授，啊伊就要办一天的工作坊，啊有宗教系甲音乐系的学生要参加。对，袂歹。啊，伊感觉，对啊，伊感觉讲哦，这物件遮尔好，啊，秘伫迄床脚。啊，伊怎伫学校办一个一日工作坊，早上十点到下午五点。是是是。问一个大家拢爱听的啊，您做这个康邦歌，敢有拄到什么灵异故事？啊，小可你小林。灵异故事哦，有呢，有啦，有啦，有啦。这就是大概迄阮的粉丝想要听的。真的哦，有啊，我拄到较早的前辈咧讲讲。伊去做摊吼，困拢困伫个死人翘迄间嘛，对，啊伊就困困困。老师，你有困过？无，我嘛，因为我拢转来啊。你惊吗？袂晓袂惊啊，我嘛我看过死人啊，啊迄死人个，我拢看迄死人穿个鞋仔有无？伊个鞋仔、鞋仔、鞋仔号码有无？啊，我出来拢会甲迄阿姨报，穿几号？二七个，鞋仔二七个，会开呢？真个哦，死人排足准。真的哦，迄有时啊，迄香炉吼，拢有迄号码啊，我甲看签拢会准呢。真的哦，啊，你就是迄老天爷和老师甲阿爷 bonus。对啦，对啦。啊，伊安怎呢？伊伫遐困，困迄死人跳迄间嘛。嗯。啊，困吼，讲困困的，拢奇怪，伊电风都开开咧吹，即摆着搁一个阿伯行来甲关掉安尼啊。啊，隔工起来就讲吼，恁咧啥物人？啊，电风也毋分人吹，安尼啊。啊！伊看到相片，讲哼，啊，着敢若伊呢？着伊无毋着呢？嘿，阿嬷阿嬷着乖呢。啊，因囝讲，歹势啦，阮老母在生着较俭，电风拢毋甘吹，毋甘唱啦，毋知阮会甲关掉安尼。啊，捌拄着啥呢？拄着因迄落接到电话，讲啊，恁遮敢是啥物康邦歌吼？讲嘿，着。啊，恁当时吼来装啥物装？几点？啊，要叫恁做康邦歌啊？哦，啊，迄死者叫啥物名？安尼，啊，结果，因去到位了后，遐家属讲无啊，阮无请呢，你敢有听毋着？讲无啦，明明都甲我讲名咧，就是恁老爸即个名安尼啊。安尼，啊，伊讲无啊，阮都根本都无请啊，啊，但是伊就佫讲有啦，我都明明接到电话，死者佫甲我讲住址、讲名、讲砖头个。讲到遐尼油。嘿啊嘿啊嘿啊！啊，落尾因咧讲，敢会是这死者在生，着交代因囝讲，爱甲请康邦歌。啊，但是因做佛教，因做佛教无请康邦歌。安尼啊嘛无烧苦钱。诶，佛教个是无烧苦钱，啊嘛无顶头就是上经。嗯。啊嘛捌去台南市做，啊迄工是热人哦。热人嘿，热人，像即摆安尼七月天，足热。啊，迄小零食内底，着放小零糖相片。我遮入去，我着，因为这死者无娶，也无生。啊，所以伊个兄弟，因小弟佮毋知大姊，小妹，两个来对拜尔。啊，一开始咧念，伫娶我娶因咧对拜时阵，吼，脚只片一直凉起来。冷叽叽安尼，凉的冷，无啦，结果是电冷气开伤强。啊，过来就是安尼，我吼起鸡毛皮呢。不过这起鸡毛皮就真正是真诶啦，我感觉怪怪。寒的凉的冷，脚只片凉凉的冷，应该是遮尔吧，还是规堆脚到头壳顶拢麻的，啊，拢起鸡毛皮，吼安尼会长长甲会。会安尼安尼，会加卵酸安尼感觉安尼。啊，即马，迄葬仪社是一个阿姨，阿姨伊有食薰，吼你嘛知嘛，咱要含人开讲，着薰拄出，咱着来讲话啊。安尼，某某人啊，食一寡薰诶，啊，加人，哎，这安怎死诶？
那就无开死的，我煞搞，我煞毋知伊无开，有开还佫会死，一定是无开死的。嗯，安尼伊讲无啦，就是自杀的啦，跳水的。啊，即马，我讲啊，边仔迄个查人是啥啊？伊讲啊，迄个因七啊，因女朋友。嗯。我才有心过来甲拜呢吼，来甲送。嗯。伊讲向啊。这个第三个，我讲哈，什么第三个？结果就是，已经有三个查甫为了这个女生自杀，这个查甫是第三个。是哦。这个是阮做迄个跳水的，进前两个是啉农药甲吊刀的，拢为着伊感情出问题。哦，啊！因在咧讲好，啊！这查人啊，家刀病、剃扫帚，嘿，安怎怎乞翁啊？啥？我讲，你嘛袂使安尼讲查某人啊，对无？反正是恁这三个查甫人，顶世人啊，是啥？你欠人的啊！你这世人爱行啊！你顶世人种的因，你这世人就去得这个果啊！哦，咱也莫讲用因果循环来讲啦，迄个能量，一定最后一定会反馈到你的身上的啊！对啊，这就较奇怪，拄到这啊，剩个较奇怪的无啦，有啦，足侪啦，但是你向安尼甲问，我袂记，足侪趣味也是怪怪的代志拢有啦。但是你从细汉应该就是拢袂惊嘛，就是对接触康蒙瓜开始就拢袂惊这种物件。伫还袂做康蒙瓜时阵呐，迄天高一的，我透早骑个拉车，啊，即马边啊，阮遐有嘉南大船。啊，我拢徛喺边仔个路，啊，徛去学校，直直徛去，对水沟啊，安尼徛去着，好比高中啊，啊，着看到迄自杀个迄尸体啊，一个水老师阿伯啊，头起先我当作是狗啊，狗啊尸体，因为迄头毛电 QQ 啦，啊，有看球毛，想讲是应该是贵宾馆个啥物头毛狗啊安尼，结果因为一个落差，啊，落差落了，我变起来一个人安尼啊，倒去啊安尼。哦。啊，倒一个人，伊遐讲，哎呦，这毋是跳水的哦。啊，我著叫边仔个阿婆，伫边迄水嘛是水沟边咧种菜咧，倒一支药遐在咧压菜。安尼我讲，哎，你看迄人呢？我迄阿婆惊一个，伊就遐喏，迄就遐喏单调个安尼啦。啊，伊甲问讲要安怎，我讲啊，着报警啊，问哦，无要安怎？啊，恁兜电话借我卡，安尼啊，我落你因兜卡电话。啊，即摆了后，我著去读册啊，要迟到，我一定爱摕着全勤奖。哈哈哈！才迟到，啊！即摆吼，我著去教室，哎，我今日看到迄水老师呢，无人要相信我，因为我普通时拢爱甲人创治啊，因拢互我骗甲拢讲你咧讲白贼啦，啊！迄天佫愚人节啊，4月1号啊，所以无人要相信啊，啊！一直甲迄落上色彩学，我头几工嘛是上色彩学啊，教官带警察来教室，讲啊，林宗范要跟我们去做笔录安尼。啊！老师紧张啊！老师向我问：“林宗范，你共安怎安尼啦？哟，大你共安怎？”我讲无啦，我甲你讲，我看到水老师。我讲哈，那你讲的是真的？我讲有诶，我讲了真诶，你拢当作假。安尼啊，啊，我着去做笔录，迄着是破病啦。做病人事。伊拢粘迄长粘连，拢连做伙，啊，搁并发啥物？什么癌症啊，是啥货啊，着跳水，啊，因囝是基督教，啊，因翁外口有小三啊，啊，着种种原因着去跳水，啊，跳水拄啊好运气，我看到，有缘啊，互我看到安尼啊，报警啊，一礼拜后共迄条水沟啊，但是无共所在啊，共迄条沟，嘛是一个汤光光查某人。等伊啊，啊，因着叫我去认哦，无咧，即个毋是我看的迄个，我看的是阿婆，毋是这才是少年，安尼。哦，所以迄阵迄个阿婆的尸体无捡起来就对了。有捡起来，啊，因只是问讲，我看着同迄个时段相差无偌久，看拢同款拢有水老师，因想讲要叫我去问看卖，认看卖，敢。也是有熟悉即个人无安尼啦，哇，迄弄甲迷迷毛毛，你嘛看袂出来是啥啊？你迄水沟阿门头啊，伊咧流的时阵会弄，迄种伤痕会肿开，啊，你根本认无啊。我讲无，即个较少年，安尼。老师
真的很勇敢的，主持人很不会看。那如果我看到，一定也是啊，赶快跑走。他还很冷静，还去那个帮忙那个王者报警 啊所以，可能注定要吃西洋饭做这件工课啊。啊，但是这也是要天分的，真的，天分跟勇气。啊，最近的感受是感觉讲，做殡葬业是人人拢会使啊。嗯。但是并不是人人拢适合啦。嗯嗯、有诶，少年人看讲殡葬业趁钱啊，要做迄、但是你毋知影你做诶工作是很容易被取代。嗯因为无技术性。嗯嗯嗯。穿西装啊，住遐有诶无诶，倒地衫安尼遐。嗯。迄是较简单啦。即卖迄种人力公司发派出来。对啊。你毋知影讲你当时用取代，你嘛毋知啊。对。啊，过来就是讲。我为虾米会讲有诶人适合，有诶人真正无适合，无爱心就真正无适合。嗯，哎，我捌去拄着迄来做公道诶法师，就是足赶紧想要回家，工课赶紧做，就赶紧回来。哦，啊，伊着意思着叫阮讲赶紧做啦，嘿啦，是讲一寡下安尼，我感觉。是人人会当做师公，人人拢会当做殡葬业，但是毋是人人适合，你无爱心。嗯。你像我出去工作，虽然我介绍一场伫阮遐一万块，已经是阮遐上贵个安尼。一万块我拢想要做加工，阮上去沙拉，台中做迄款个价值，因为沙拉迄台中个又对着。嗯。哎、欸，阮搁大民宿啊，去西雅市、西东海雅市安尼。做一万块，我拢会想要家己做，甲像沙拉讲去做遐高规格。但是现实环境并无稳准啦。第一就是你做伤久，人后壁面的人甲你赶。因为有时啊，阮咧做的时阵，遐做师公就入来，啊做导师入来，啊就带鸡啊带遐整理物件，用甲轻轻锵锵安尼。做明显的，就是咧赶紧叫你。结束，赶紧结束，赶紧走行，伊要做就做，要转去啊，安尼。嘿啊，所以讲，若无爱心，真正是无适合做这啦。嗯，嘿啊。这也是给想进入殡葬业服务的新人一个很中肯的建议。毕竟死者为大嘛，就是你在服务亡者，还是要有那个就是爱心，然后去好好的服务你该服务的这样子，然后。老师也有讲到那个道士法师的部分，也真的蛮多。不管现在看到的啦，不管做亡者的或做神明师的，因为可能现在不懂的人越来越多，就很容易就是，反正他有来有念就好了，他念什么我也不知道的那种，对啊。所以其实大家如果对这种东西都有一个基本概念的了解的话，就是其实在帮你做这些事情的人也会盯紧一点。所以我是建议大家这个民俗知识还是要多学习一下，才不会被骗，真的真的。像电视上遐民俗专家遐尼侪拢讲遐安怎，遐拢他妈还好吧？遐我讲哈，有啥物七月袂当拜迄落桃仔李啊？这没有。迄落蛇啊？无吧？嘿啊，招你来，讲啥物迄落金蛇李啊来啊，袂当七月袂当拜。往来嘛袂使，啥物也是。啊！你爱食啥就买啥来拜就好啊！你想想啊，这嘛，迄种乌白讲安尼。哦。就是做侪这种知识，大家那是有自己的那个。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归到那个正念呐、保持正念比什么都重要。嘿啊，不管从事哪个行业。啊，但是信就好，卖卖啦。信，但是吼，不要迷信。吼，任何行业，任何信什么都一样。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中范老师还有永翔跟我们分享他们很宝贵的生命经验之外，然后也让我们对殡葬业啊、看门卦这个很特殊的职业、特殊的义诊有入门初步的了解。但是如果你想要真正的入门跟真正的学这门艺术的话呢，务必参加老师的工作坊。今天只是一个很小小的一个让大家打开这个门，但是要进到这个门呢，真的还是要来找老师，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中范老师还有永翔，谢谢，下次再见，拜拜。